这个很开心啊，就放假。张一翔同学，我在天台等你，不见不散。买了你最爱的培根蛋吐司，还有冰豆浆，无糖的哦。还是 你想吃我的蘑菇面也可以。以后不要那样。哪样？是不要继续买早餐给你，还是不要在李大伟面前那样跟你讲话？都不要。你很在意他。我们现在在学校。所以不是因为他。昨天看到他送你回家，我们一起回乡下的吗？不是，我们在车站遇到的。他刚好去旅行，我外婆留他下来吃饭。后来我休假上班，搭他顺风车。所以他还跟你吃饭？所以我跟你要你外婆的照片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没有骗你啊。可是你没有跟我讲啊。你又没有多问。这种事还需要问吗？我都是你男朋友了。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吗？你讲话啊，不是吗？是一起睡过就是男女朋友，